挖一个试试。爸，爷爷说了，上面有的是。损宝宝，你在哪儿啊？大自然里找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啊！朋友们，这损太损了，非告诉我们满身遍野都是损，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啊？ 真实的体验了什么叫靠天吃饭。啊，我找到了一个，真的？看，它是长这样的。哦，哦，这样的小尖尖。哦，那挖一下试试呗。哇，一定要大哦！这样拧一拧，拧一拧。 轻轻晃啊，别断了啊，别断了。好像有断的动静。刚才那个画面我也是不能看。<笑>你不会直接给切成笋片吧？不是。<笑>真的是锄头切笋干了。好的好的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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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点的鳝鱼是吗？你们这。 虾爆鳝，那必须的，在杭州吗？在杭州，你不是应该吃一碗虾爆鳝面吗？刚才不知道是你，我在心里骂了你200多遍。<笑>我们挖了2个多小时笋，挖了4颗，太难了。不知道，哎，外边待会儿来，外边喝点茶来。听说你昨天在砌这个灶啊，这个灶是你砌的吗？对啊。<笑>你怎么这么累？还是没瘦呢？啊？<笑>哎。 你怎么变黑了？黑胖黑胖的！<笑>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